金曲。示范给你看，你为什么要示范？我希望你可以完成我的心愿。真的吗？给我一个香吻。阿文山买过的人都会给他按一个赞。产品卖得太好，叫不要。我叫你喝汤，你给我吃丸子。我不能吃丸子，你有那么饿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走回来。拍新兵日记的时候，连长肤色都还没这么黑。对，最近你的肤色变黑了。对，大家都在高雄啊。哦。之前在新兵，连长是正气。然后他是我的小弟啊。哦。是什么小弟？他是演一个风流倜傥酒店的老板，我帮他管理酒店。啊，那给你管一定倒很轻松。哦，所以管理啊，所以这个剧情是发生在父与子。对对对。所以艾辰会讲台语哦。我台语一把照的。一把照啊。不过他是福州台语啊，讲一句来听听。是咱台语的，你个啰嗦，拍个卢比八掌。啊，你卖啰嗦，你哪个啰嗦，我拍个卢比八掌。我想说你讲，我你哪个啰嗦，我给你比八掌。边出来？就是明世啊，即将要办，就是跟我们新兵日记很有相关的一个夏令营，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来，就是可以体验我们当兵的乐趣。我也想去，我也想去，怎么报名？啊，字幕。报名上明世官网，官网，上明世官网就可以了。那今天的重点呢，邀请到两位，就是要参加我们的演技大考验。哎呦，在演技考验之前呢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奖励是什么。哦耶！充满幸福香味的香草戚风蛋糕，满满的热带水果馅儿及牛奶布蕾，在咬下一口的瞬间，美妙滋味仿佛演奏一支浪漫的圆舞曲啊，让心情随之起舞。极致甜点，谁能享用？进阶版演技大考验，主持群及来宾分两组 PK， 表演队要施展演技混淆对手，答题队则要设法猜出执行任务者，答题最多者即为胜利。欢迎演技大考验，等你来考验。是的，马上介绍两队参赛队友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浩，可爱的小小鱼，以及人高马大的林兆元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帅气的艾辰，美丽的统统，以及我们的老长官新文哥。演技大考验第一回合第一题，两队请听清楚了。来，第一题，谁知道超酸的酸菜白肉锅？哎呦，刺激又来了，把它当汤底。我觉得裁判这一锅酸菜白肉很新鲜，因为它的肉都是粉红色的。哦，那只还没熟，对，不是新鲜的。松板牛都只能吃五分熟，乱讲。是哦，这个是新鲜的。这文章的 ，Oh my god！ 哇，来，快点按住你的奇迹发脉，赶快用酸的。好酸哦，这整个牙齿，感觉像牙齿被融掉耶，你知道吗？到底，各位，到底是谁知道超酸的酸菜白肉锅呢？统统队，请进，请进去。新闻哥是个功夫一流的县太爷，这天深夜，他一边看着武术秘籍，御猫展招啊，一边准备七宵夜。县太爷伸出筷子一接，大喊：“什么人？有刺客！好大卖照！”此时见无人回应，随即追出。在这时，刺客王童默默出现，大笑一声：“嘿嘿嘿！”又笑了一声：“嘻嘻嘻！”嘻嘻嘻！又笑了一声：“哇哈哈！”哇哈哈！从怀中拿出毒药，倒入县太爷的锅里。接着一溜烟的消失了。此时县太爷
因为追不到人，返回屋内，感觉到一股温柔的香气。嗯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嗯，于是看着那一锅，突然肚子饿了起来，拿起筷子，大口了吃酸菜白肉锅。直接煎到了，嗯，好香，好酸。还有那个架势哦，嗯，真是太香了。此时宋太爷喝下之后，脸色性情大变。永远的连长李兴文将用最精湛的演技吃给你看，这超酸的酸菜白肉锅究竟有。拿起筷子，大口了吃酸菜白肉锅。直接煎的，嗯，好香，好酸。还有那个架势哦，嗯，真是太香了。此时宋太爷喝下之后，脸色性情大变。哎呀，霍元甲中毒了，真的大变了。开始内功运气，想要把酸压下去。这就是我们一号宋哥带来的表演，二号彤彤请进入情境剧。彤彤在一旁偷看的王彤。看县太爷反应大惊失色，那你都是的，都是的 ，Why？ 县太爷没有中毒，于是他决定自己回想一遍整个下毒的过程。嘿嘿嘿，嘻嘻嘻，哇哈哈，然后就倒了醋，然后倒了毒，倒了醋。整个流程回想一遍之后，他决定。自己吃看看这锅酸菜白肉锅，以身试毒。怎么会有人有刺客？以身试毒。怎么会有刺客？回想完之后再喝下自己的毒呢？他应该是神农氏吧？好酸啊！好假哦！好，他感觉像是二号彤彤带来的情境表演。紧接着三号爱晨，请进入情境剧。新出名的镇，家住北京城，20岁还没有把过门。是还没把过你是阿牛还是20岁还没干嘛？还没把过妹。一脸疑惑的王彤来找师兄艾辰，问他为什么？是为什么县太爷没有死掉？好，我来帮你查查看，你的那个毒药瓶子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哎呀，你拿错了，彤彤，你看这个叫吃乌醋，这个是醋来的。醋来的。对对对，不对不对，我来帮你。这不是你的肚兜吗？是我的肚兜吗？哎，不是，干什么？不是，不要这样，我花了好几天才把它偷到。你为什么要偷我的肚兜？师兄，为何你师妹的肚兜在你的胸前？不是，那个不是你的，那个是别人家的，因为我最近没收。喂喂，你不要这样。你看，啊，毒毒，我拿错了，这个才是毒。不相信我示范给你看啊！真的？你为什么要示范？你要中毒啊！通通不要乱摸我的手！我相信我已经中了剧烈的毒，只剩几个小时的命，我希望你可以完成我的心愿，真的吗？给我一个香吻。肚兜我全好了，你中毒还是要吃啊？好，中毒还要吃？对，这个巨马太残忍，观众看不下去。不会，快吃吧。巨马，我还蛇龙嘞，巨马。把毒逼出来了，这就是我们彤彤队带来的
请进去表演。到底是谁需要超生的酸菜白肉功能？元浩在讨论倒数十三秒，请开始。三秒。两秒，好可能。一秒，时间到。一号队，请派代表作答。我作答。新闻哥。哎呦，为何？因为我觉得新闻哥他真的很酸。他真的很酸。他真的表情跟他的整个表演的方式就很酸。艾辰的不酸？不是，艾辰他就是色。怪侠一只，这是借由表演去占我们同袍的便宜。你乱讲，你乱讲，我们重点都放在有吗？有。写肚兜这回事，你怎么又加了肚兜啊？没有，那个是引观众发笑，那个是我们的发笑，发笑发笑。哎呦，哎，好有力哦，你双手。谁喝？你喝，我喝是艾辰的，给小燕喝啦，她可能想要喝啊。你觉得她演的不好？哇，清淡的。酸菜白肉锅被你抓到了，是的，两只手啊，我怕你会点弄倒。知道吗？谁喝？所以你有喝吗？我喝。林道远，小心有毒。毒是三号吧？哎，道远，我叫你喝汤，你给我吃丸子。你有那么饿吗？对。可是也要喝口汤哦。要喝口汤，喝口汤。酸吗？好吃。好吃。哎呦，好吃。喂。事实来了，你一直要看我想不想演呐、啊？说我演的烂。哎呦，你可以吃个丸子嘞。被蛇咬到了，喝的刚好，会上身。我不想要吃了，好了，就让打死。哦，你刚才竟然还有这个手势帮我拿下，是叫我离开吗？是叫你退下。是的，今天的正确解答就是我们的二号统统吃到超生的酸菜白肉，元浩队答错，恭喜我们的统统队。马上进入下一题。演技大考验第一回合第二题，两队请听清楚了。是，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哦，很难，怎么说？不好观察。好，这一题的题目是谁没有在一起？沙拉两损，没有在一起，沙拉两损，这真的很难观察。你看啊，哇，他怎么挤都可以啊。两队请进入，请进去。哦耶，大厨师。阿文塞他做的冷冻料理包在网络上卖的是下下叫啊，买过的人都会给他按一个赞。夏天到了，阿文塞决定要开发新的菜色，那就是凉笋沙拉，买过的人通通都给他按个赞。阿文塞因为产品卖得太好，叫不要，甚至他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不能这样，他是连长，你不能那么没礼貌。网友边按赞，他还边挤沙拉。这就是我们一号阿文塞带来的前进剧表演。紧接着来到二号彤彤，请进入前进剧。Oh yes， 彤彤是个韵律老师，每天都要到家家，大家有氧舞蹈，瘦手背啊，瘦手背，瘦手背啊，瘦手背。为了要维持好身材，他在家里常常都自己做凉笋沙拉。不好猜。这就是我们二号彤彤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紧接着来到三号艾辰，火黄兵艾辰今天接到了一个 case， 也是一个命令。为了因为夏天到了，要帮脸上的弟兄们做一道凉笋沙拉。这个连长真的很讨厌呢，每天叫我们伏地挺身要五百发，还要叫我做凉笋。哎，我长得一表人才的，在厨房里面做凉笋，多浪费我的人才呀，对不对？怎么没照镜子啊？他讲着讲着，回头一呸，真是讨厌。没想到连长就站在他的后头。哇，你这么大口吗，连长？你知道你这个菜是做给谁吃的吗？做给阿兵哥吃的。阿兵哥就代表我们国家的战力，战力就是兵力，
兵力就是国力，我告诉你，这样我可以告你妨碍国家安全。怎么办？我是关禁闭。是的，这么严重，不要，不要关禁闭，很严重，不要。观众，我关你禁闭了。阿庞为了伙伴的需求，精心设计独一无二的关禁闭法，让艾诚再也看不到。你知道你这个菜是做给谁吃的吗？做给阿兵哥吃的。阿兵哥就代表我们国家的战力，战力就是兵力，兵力就是国力。我告诉你，这样我可以告你妨碍国家安全。怎么办？关就关禁闭。是的，这么严重，不要，不要关禁闭，很严重，不要。观众，我关你禁闭了。这就是我们三号艾诚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这题很难，元浩队讨论倒数三秒钟，请开始。三、二、是谁没有在吉萨拉？他们猜不到，谁没有了？时间到，艾诚。为什么？刚刚没看到他在急啊。他是很容易做一件事情就露出其他破绽出来。他是一个典型不能三心二意的，可是他又常常三心二意。对，我是一个爱心，事情都做不好，事情都做不好就是这样子。艾诚有没有在挤两损沙拉呢？最好了，他还真有在挤。在得意什么？是因为你演太烂了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彤彤有没有在挤两损沙拉？有。哎呦。OK。在新闻哥到底有没有在挤两损沙拉呢？哦耶！希望不要放回去啊！对呀，你看很细微。这题很难，但是呢，正解就是我们一号的新闻哥没有在挤两损沙拉。哦耶！猜到了吗？太酷了！所以这一回合也是由我们彤彤的获胜。Yes！ 各位，我们马上攻守交换，进入下一回合。哦耶！观众的演技大考验，现在进入第二回合攻守交换。是的。马上进入第二回合第一题，两队请听清楚了，这一题的题目是谁吃到的超辣的修旧？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这辣椒，它可以说是我们美食界的凶器。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银汤匙放在辣椒里面，它竟然可以腐蚀到变色。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修旧嘞，它多有生命力啊！哎呦！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买回去，千万记得一件事情：辣椒拿来配料炒菜就行，千万不要拿来吸，因为你会把辣椒籽吸进去。嚯！就这样，元浩队请进入情境剧。一号小小鱼，半工半读的小小鱼，为了筹措学费，每天都会去海边卖修旧雷。来买修旧雷啊，修旧雷！你要不要买修旧雷？蜜蜂的，是的，这天他叫卖半天都没有人来买，有点无聊的他只好一边叫卖一边自己吃起了修修雷修雷修雷。哦，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一号小小鱼带来的情境剧，紧接着二号元浩，请进入情境剧。夏天到了，喜爱冲浪的元浩迫不及待的来到了海边。哎呀，开始冲起了浪！哇塞，好像冲浪吧！冲完了浪，回到了沙滩，闻到一阵香味，原来海滩有个美女，美女正在叫卖着修旧雷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来，他弄这个。Run， 他怎么紧张？请问一下，你怎么会在这么热的海边卖修旧雷呢？因为要到海边啊，就是大家这样很累的时候，就会想要吃点 spicy 的。各位 ，spicy 的，对，我这边就有卖修旧雷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有卖那种超辣的修旧雷吗？有，辣翻了。那给我一盘超辣的修旧雷。好，这边。看起来是很像，能不能拿中间那颗？顶端的那一颗，对，哎呀 ，My God， 对，哇，新闻哥你算毒的，若无其事，其实，其还可以吃第二颗，啊，所以这不是超辣的，对呀，哎呦，小姐，怎样？你们家
的熊熊脸怎么这么辣，这么好吃啊？真的哎，我们那个辣可以腐蚀汤匙的哦。赞！是的，这就是我们和杨元浩带来的情境剧表演，请进入三号林道远，请进入情境剧。爱看电影的林道远，一边看着3D 电影，一边吃熊熊脸。他真的有 3D 眼镜呢。这时，他看到一个海中生物超级大螺向他走过来，没想到他还是他的小弟徐志磊。哇，好有 3D 的感觉哦！那也太立体了吧！是的，这就是我们元浩队带来的情境剧表演。到底谁吃到了超辣的徐志磊呢？彤彤队，讨论倒数三秒，请开始。三，连长说，连长。二，我说。一，彤彤队，请麦德本作答。二号。对，你呀。二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远方看到他有一坨红油在上面。不是。那你从远方有看到抄手吗？没有手就嘞，没有抄手，没有他手，没有抄手。其实吃的瞬间，元浩的鼻孔有张大。对，元浩吃到超辣的徐就嘞。对，错，来吃看，来吃看，连长来。你觉得这个小草鱼的，这个我来吃。对啊，他吃过之后丢了。为什么连吃东西就这么欠扁？哎呦，这个三重的辣吗？三重，你跟他很熟？因为我常去吃，不辣，好吃，好吃，好香哦，好香啊。道远的。彤彤来，对。哎，我彤彤，你可以吃我这颗，走开啦。这大颗的，哎，我没有吃过小啾蕾耶。你没有吃过徐俊磊？没有吃过。等一下，你们可以香的，我觉得不辣。啊！我们果然猜对，果然猜对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制作单位他的不辣，我的也不辣。这个就留给你吃了，挑上一点的。对呀，哎，就是慢慢辣起来了，有吗？有吗？可能这更辣哦。哎呦，他这个满满都是辣。你不要吐我。对啦。是的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正确的解答就是我们的二号杨元浩吃到超辣的修修蕾，恭喜我们彤彤队 ，yes， 赢了赢了赢了，哎，我们赢了赢了，所以道远演技不错，道远演技进步。是的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彤彤队呢，在我们这次演技大考以3-0获胜，马上就来享用我们今天好事奖励喽，哦耶！恭喜我们的彤彤队。享用的好吃的奖励啦！哎呦，是大口哎！你我觉得它这个很有特色，是它的那个海绵的那个蛋糕的部分呢很多，而且它很细，非常的细，然后再配上我们的新鲜的 cream 奶油，然后都是草莓的香味，非常的棒。来来，彤彤，海绵蛋糕是甜，跟布丁配在一起真的是绝配。希文哥来，来希文哥，巧克力。非常的开心，吃起来非常的开心，而且我觉得口感很绵细，真的。好了好了，我来我来了我来了，没有人想看你吃的，我来我来。好好好，下一位下一位。OK， 是的，我们今天的谢谢，不要开心。好，你觉得吃起来怎么样？吃起来真的，它的草莓真的很新鲜，再搭配它的奶油，然后再加上它那个绵密的蛋糕，有多重的口感在里头，吃起来我就想到我跟彤彤在一起甜蜜的感觉。你是怎么办？是的，我们今天呢，恭喜我们的彤彤队成为我们的演技之王。是的，小草鱼这边呢比较可惜啦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下次再来。好好加油啦，很久没有看到小小鱼跳舞了，对呀。但是你要不要今天不能吃蛋跳一下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好看的新兵进行曲，记得周三晚上7:30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。